下届区长柯志仁、秀昌里长谢金秋、甲高丽的环保志工，伫空地来清除废轮胎、空罐仔、塑胶袋啊等等，容易积水的容器。希望连日的雨天会当杜绝掉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。到现在九号上午，台南市本土的登革热已经增加到第六日。下架区虽然无疫情来发生，但是区长柯志仁唔敢来代议。上午举办着下架区登革热防疫誓师大会，并教导区民落实寻道清刷的工作。啊，即卖拄啊，咱梅雨最会有遮个足大个即个水量啊吼，啊而且真个目前是话咱登革热个高峰期，啊所以咱市长、咱环卫局环市长以及咱民政局咱个严正标严局长以及咱所有工作吼，拢在呼吁啦吼。咱的乡亲会当来整理咱四周围的这个环境卫生。会长并邀请防疫大队长谢金秋来指导防疫清除的重点工作，并进行脏乱点洗地除清的工作，彰显防疫的决心。登革热寻道清刷，这是咱应该大家共同来拍拼的啦吼。希望会当做到咱这个容器不积水啊，这个病霉不发生啊，环境没问题啊，迄、那个拍拼为家己。啊，无忙啊，上安心。你想要夜市啦，迄个下雨吼，无这几日啦，啊，只有天搁落雨啦，啊，无啥人去买水，啊，几日下雨吼，遐就搁变积水啊。迄拢是登革热病媒发生的所在。因当时一路来个啊，咱看到发生的所在，伊发生暗暝了，大量的啊在困在室内时吼，也是出状况吼。下架区长柯志仁嘛呼吁，寺庙定期来净化着花甘仔水、甲庙前的马草水。登革热防疫是全民的工作，需要大家来共同来防治。大家一起来！咱的新闻干事傅采访报道。